谁没有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被划过眼前的蝴蝶惊艳？紫斑蝶，你们很神秘，你们的一生就是一场长征。一场跨越群山万岭的冒险，但曾几何时，习以为常的蝴蝶渐渐消失了。如果有一天，蝴蝶都消失了，很多人类正在努力理解你们，想找到与你们自然共存的方法。地球上的万事万物看似毫无关联，却彼此紧密影响着，像一张广阔且复杂的生命之网。当你飞起来，你就是奇迹。